然后找那个买电脑的那个售后呗，让你瞎捡，我没有，我就捡了个风扇，那风扇转的，嗡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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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烦人了，那风扇声可大了。谢谢卖核弹的甜甜。我换了一个风扇也没用，谢谢卖核弹的甜甜。谢谢在下狗仔。Hello，诺手。你学的啥呀？到底那不随便打吗？哎呦我操！他妈的，点烟落手！谢谢。谢谢南宁汉的牛照的办卡。嗯。回家。点烟落手，我没想到啊！我寻思他急跑的呢，小心点啊！点烟。还有4分钟了，看一眼天赋，好的，屹立不倒打了21，坚毅不倒，谢谢你鱼怪的班卡，这没打过啊。谢谢计较的小维。算了，我不去了，我打不死他，血太多了。谢谢年华真霸。这一看他就是要瞪我，先调个技能。快走，打不过。先不放了。谢谢8厘米冠军。干啥呀？你咋那么狠呢？怎么突然之间就狠起来了？哎，这个扣怎么能没躲着呢？啥意思啊？啊，EA 扣，这啊，运气好，小饼干没吃上，运气好，差一丝儿，一丝儿丝儿。我想想啊，这波怎么除呢？常见吧。我有好几波失误了。谢谢鲤鱼怪的办卡。谢谢鲤鱼怪的办卡，谢谢老实人。谢谢您头啊。还有多长时间了？还有1分钟了。现在只有30个人参与了我们的抽奖啊。好小子，药都不出，啊，你药都不出，切，先走吧。谢谢，这边卸完你走吧。谢哈哈。谢谢送分大帅，你干扰了我的出刀速度。对不起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兵线不太好啊。谢谢你，鱼怪。
还行，我吃了两层塔皮，相当于杀了他一波。还有20秒了啊！谢谢，执念谢谢肖力，谢谢麦和蛋的甜甜，谢谢可爱妙的青叔叔，谢谢感人就为中一次奖，谢谢苏小木。好，我走了，你好好打吧，再见。再见。你咋的呀？哎呦，我就跟你狠的啊，兄弟们，现在先别着急啊。现在先别着急，等个6级把他杀了，亮个牌侮辱他一波，让他一会儿别走啊，他走不了，他不能走。这波兵收完我溜不溜，我溜了他就死。一个兵啊，他怎么跑了呢？哎，是不打蓝呢？瞅眼来，这给你蓝的给你打了，回来了，干啥去了？吃屎去了？好小子，这波你是必死的，我跟你说。这波你是必死的，我跟你说，你这波是必死的。你给我俩在那画符。这 Q 技能怎么 CD 这么长吗？刚才我 EAQR 为什么第二个 Q CD 那么长呢？我别的不怕，这落手起来我不怕，卡特起来我不怕，你知道我怕什么？怕他们家薅着起来。就怕这薅着起来，薅着一起来就有点难打了。我把所有钱全花了，这波下波再杀他。卡我兵线，跟我来了。妖精来不了，这波不能找他打啊！这波他有大招，我们没有。扫一下看他搁哪。谢谢可爱喵的亲叔叔，有没有队友？队友在哪里？4秒、3秒、2秒、1秒。卡我兵线！哎呀，这能中了？他没有大啊，没事。而且他不是强攻，这波如果他再装，我们其实是可以杀他。可以打，回家，先把三项做了。23块钱，我得等一会儿，等个23走吧。其实不用走，他没啥伤害，他一没强攻，二没大招，他有啥伤害？他就俩技能有伤害，无非就戳我一刀接俩平 A， 我要有个点炎，他这波没办法吸血，我们就可以杀了。
这落手还跑过来还卡我兵线来了，我从来没让人卡过我兵线，小伙子，我说实话，我从来没有，也是头一个。等个大招，一定要等啊！现在我只要把他杀了，我们直接就把那个一塔给他推了，等七秒。他是百分之百在草丛里边蹲我，百分之一百啊！我们就推线，不用技能。他满血，他不可能走。来吧，不打了，你那不打了呢？打呀，推一下。高德赖克的这么快吗，兄弟？这也没啥装备呀，一个小破败。不敢打了，开始等个闪现吧，不打拉倒。他不找我打，他这边找我打，他这还得死。控线吧。即使这个破败王他一会儿过来，他俩都打不过我一个，我跟你们说，但是要小心这个落手啊，他有闪现，这边的打野我估计80%可能是来了，让他来，来完以后这1000块钱我要了。他不是被瞎当过吗？他怎么还有1000？去野区，这个英雄很脆的，我们跟他打都是顺秒的。去野去找他来，别着急出来啊，在这等。那落手不见了，啊，他去打小龙去了。这落手怎么不打了呢？他能受得了这气？他让我压了，他能受得了这气？我觉得以他控我兵线的性格来讲，他不太能受得了这气。他居然受了，我没想到。那我只能拆你的塔了。这块往中走。那影流之镰别让人给秒了呀，我到了，小可爱我杀的破败王，烦死了，这个路本来我双杀的，你妹的，真烦这露露这英雄，真讨厌。来个水银海，这把先出血手。谢谢可乐涨价了的飞机儿。最讨厌露露这个英雄，控制太多了。我上来他先给我变 W， 我E上去他给我弹飞，然后给我减速，我就碰不着人。哎我操，
海野还没变身呢，这不才变吗？别走啊！先把他视野打没啊，然后再走，可以杀，可以杀。对，他这没啥玩意儿了，其实很脆的。出小破败他，你说他能多肉，你随便来点技能就死了， W 稍微躲他一个大就可以，把单挑他都打不过我没关系。我让人薅着拿到我们的银头，我差200块钱。哎呀，烦死了，真烦，真是烦，他薅着真是烦人。把药卖了吧，这团战怎么打？这薅着应该怎么杀一会儿，这是一个问题。你别往上上啊，上去干啥去了？这你一个人上去干啥去？我一个人上去还行，他一个人上去就啥？来薅着在我旁边出现，来，我们跟真是给你点脸了，兄弟。刚刚我脸上冲，这咋的呀？这啥意思呀 ？A 人啊，别 A 兵啊，这全让女警收了。往我脸上冲，先把龙马了，来追追。剩个破败王，我把他杀了，我到了。这没个啥，走吧，不打了。哇，这妖精的虚虚，不打了啊。薅着来了，走，薅着来了，薅着肯定来了，100%来薅的啊！先撤一手，回家。你也别轻了，你别轻了，来人了，薅着来了，来个死亡之舞吧，也没啥其他伤害，也就一个卡特。这玩意儿没啥虚区，他们家主要就是这薅着吓人，把薅着一杀，杀他来中团，可以来，来中团。峡谷打了，直接推，直接给我杀了他就完事了。跑什么？往哪跑？还有这破败王，哪去了？这破败王，
小心薅着啊，打大龙来。哎呀，这薅着，哎呀，这薅着。不能打。那女警上哪去了？你俩干啥呢？你说，怎么不跟着我呢？那猫，你跟我呀、啊？跟我别跟那，哎呀！这薅着没有大，没有露露大，也就是个废人，其实也没啥用。继续团来，团。来。把上路推了。那薅着怎么自己走呢？我纳了个闷儿了，这薅着，谁允许他自己走，在这里走的呢？直接打大龙，直接打大龙，对面根本抢不了啊！直接打大龙，高地给他了，不要了，还有回家了。不是应该抬眼？那凯隐扛不住，关键凯隐要能扛住的话，那行。我操！我把那人给杀了，我直接上去杀的露露，回头打龙。你简直打不过再死了，别让那露露给龙抢了就行。回家，有王之武了。把小龙打了，那凯隐把对面的这玩意儿给杀了，我没想到。这人怎么木印又换了呢？啊，不是，他不是换的装备，他不是换的装备，他不是换，他是拿我们家凯隐的装备，他不是换的。打小龙就行，你咋的呀？先走一走来，别急，把薅着点了，腰筋儿呢？那妖精也不团呢，他也不来呢。开落手没问题呀、啊，那扫人呢？先把那落手秒了，那薅着不也死了吗？那他位置不好，肯定秒他，先捡他圆啊。开落手肯定没有任何问题，我们这团战该怎么打不太用你教我兄弟啊，正常团战怎么打我还是明白的。
他自己我们家大龙爸爸他跑下路去带线的，连团都不团，我都不知道干嘛。吵架了这是，那刚才那妖精就吵架，就去下路也不打团，跟他说了来团战他也不去，精神病。你别上啊，我咋的呀，这杀你没有脾气啊，我这开洛神有毛病吗？那我也不能说是那薅着碰不着，我硬往人脸上冲，然后让落手跑了，你说是不是？这冲啥呢？这是走，我干了，干啥呢？卡车，我有卸伤，你才走人还挺快，小伙子。给女警吸点血吧，你小心点，没事，那女警老脆了。哎呀，别打住，变我身了，行吧，这女警刚才不回头是最好的，我在这儿先打她，但她也不知道有啥技能哦，她可能也没玩过，她不回头我把她收了，她能不死我就不能死。我得来个这个，没有解声，终极博弈啊，嗯，这俩人啊，终极博弈，你别博弈了，右边有人儿，还博弈不？嗯，也不知道搁那博弈啥。还行，大龙小龙也都没没，往后点吧。来中啊！干啥呢？他又没魔抗，你就打他呗。你 Q R 没有吗？哎，我操！真累。小龙。个春哥吧，黑切也行，春哥吧，春哥好一点。他们家就一个卡特，下来打呀，先打龙，那就一个露露，管他干嘛？先打龙，先把龙打了，三条龙了，不追了，卡特来了，兄弟呀。算了，我累了。你别去那边，那边全是人，我跟你说，你要在这死了我可不管啊。那人家刚从右边刚打完，要打大龙。不急上啊。抢个屁，你给了吧，打得太快了。哎，又上去，然后让人家给一个变羊回不来了，一会儿又女警，我告诉你啊，那薅着搁旁边，不着急跟他打，往后撤，让他自己傻往上上，放他风筝。哎呀，龙 buff 不好上，我除非能开着他们家薅着，那能。
服了吗？这团战，我就再猛，我的团战也没法扛到老些伤害，太垮了。快点加援守备。秒的，对，还行，500，追 ，OK， 剩一个防御塔，剩最后一个了，32分钟，我这英雄越拖啊越完，我最多35分钟，35分钟以后打不赢就直接就 GG。打不过了，那就剩下就得靠他们了。跟女警吧，现在不用跟我了，去跟女警。把野区收一收。现在其实他可以跟女警了，那女警4件套，马上5件。他跟一个女警有移动速度，我有春哥，一会儿我上去卖一波就完事儿。回家出春哥。上了，我求你了，你就一个人拉倒吧，来，先把这落手杀了。你们在干嘛？瞧不起人是吧？啊？是不是瞧不起人？哎，这卡特！这波给卡特收割起来了。小龙，我们火龙魂，在这等着耗着。让凯隐自己打的啊。先把龙打了，看薅着能杀不？杀了也行，其实不太能打了这波，你知道吧？先把卡特杀了，漂亮，剩个破败王。我们家有女警，女警只要别死，这一波就给他们全收回家来。小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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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。三个打一个，打个脆皮儿还能让人反杀喽，会不会玩呢？那脆的跟个籽儿一样，这是不没了？也没事，高地复活了，没关系。这也就2000血都不到啊，这
出了破玩意儿了，你说多脆。差200块钱，走大龙，他们没打，跟女警去跟女警，这人儿啊，这给我打的呀，我操，给我打屁了，给我打的。有意没有？杀露露，不行就杀露露，那薅的是个屁，没事，没有路了，那薅的就是个屁，一崩就没了，一波了。拿下，真累。包着盯着我一个人在那射，左边不射射我，你说你射我干什么玩意儿呢？